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嘴之面顶的深高。走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好，欢迎收听《秘密之音》，每礼拜六推出的网络广播节目《我爱深沟》。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不会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深沟爆一下！最近深沟村常有人私底下议论纷纷，为什么七早八早定会看到一个阿斗啊徛倒摆，在深沟村四界乱乱踅，而且佫摕一支笔甲纸，袂输在做违法检举的报告同款，甚至还佫用望远镜观察到有够认真，到底是伫咧变甚物梦？其实伊毋是伫咧变梦啊，伊是伫咧变鸟啊。这个阿斗啊，就是我爱深沟节目第一集的来宾，也就是搬来深沟村学种菜做田的美国查某囡仔阿青。因为伊甲科学家方怡合作在研究农村的生态变化，所以才会定定透早出门做鸟类调查，也就是针对四种鸟啊来做研究。这四种鸟啊，包括有白腹秧鸡，也就是人讲的红脚床啊，或者是医生讲的白面啊。另外一种彩玉，也就是土狼狗啊，还有一只是红冠水鸡、水加灵。另外第四种是花嘴鸭、白目白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大美真牛？这四只鸟的台语拢会晓念，哈哈，那是因为我有师傅伊弯病彩玉达人于元蒙老师指导的好。顶天大美真好奇，开车对阿青去调查鸟啊。结果大丰收，总共抓到68只鸟啊！我是讲用目睭抓到，有的鸟啊在咧无用找早顿，有的在甲朋友连工呼啸搭，有的带囝带某在佚佗。原来观察鸟啊的行为这么趣味，在宜兰水产休耕的这段时间，大家嘛会记得把握机会，加欣赏一挂这些可爱的生物，莫见摆拢行较紧啦，行较慢咧。路边的风景真水哦，若是无小心拄到阿青，或者是其他伫咧做鸟仔调查的朋友，嘛会当家借望远镜来看麦，顺便问一句讲，今仔日生意好无？看到几只？哈哈，大家交一个朋友咧。目睭掠鸟仔掠煞，换来掠阿公，拄到当地的菜园做事的陈英昌阿公，以前的菜一向拢真受欢迎。深沟五七路口的曼岛直卖所买得到哦。平平啊是种菜，有人种到变成大明星。挂包嘞？是的，我指的就是彭显慧小姐。喂呀比！有人种到点自己真饼是谁？美乔阿姨呀、啊。老早。那讲到单阿公种菜的功夫是无话讲的，大美一看到单阿公，就好亲像看到宝贝同款，一定爱访问一下。阿公啊，你最近种菜？迄、那个情形好无？即几天的天气？无好无好。安那无好。算讲今年下半期的菜拢无好种啊。伊个呐，伊头前个阵是拢风台无，风台一直来一直来，啊，到尾啊换即个长期雨，长期雨就落落，再久拢无好天啊，无好天啊，土迄土袂当离水啊，拢安黏黏黏黏黏，遐个菜根嘛唔敢开，遐菜根开有些拢烂了。是咱家己宜兰这边的天气安尼较特殊，还是？咱宜兰拢安那，宜兰全县拢安尼啊。今年是特别有较差的感觉，较差。今年比较往年吼，差不多即个二十外年以来啊，无像即马今年即个天气安尼。阮一般人感觉袂出来，今年天气有啥物外歹呢？你无感觉？阮种作的人才有感觉。哦。哎呀，南农的人伫种作，伊就知影讲天气好歹，也就拢走出来。所以今年菜的收成会特别差无？特别差咯，特别差。即马就咱做风台种落迄番菜吼。到即马咧，目前安尼是收三成呢，三成会使收尔，其他拢小拍算掉。伊一个啥呢？一个就是讲减重去，啊，一个是重无水，吼、哦，啊，佫一个是咱的迄个收量较低啊，啊，所以讲才减遐济。今年若要讲照咱宜兰县方面来讲，过年的菜还佫无啥会富。哦，袂富哦。你即马大白菜、高丽菜，要咱的菜头，
哦，这两三种都拢未赴啊。即阵啊，你开始要落去种未赴的，未赴该未赴采收，迄拢爱三个月通过，拢食要食百工才会采收哩啊。过年若采未赴，安尼就表示过年唔那是可能买无采，嘛贵松松的对啊。伊应该嘛是未讲贵松松啦，但是即马即期即番冬季花，当然咱宜兰较济尔，啊，咱东南部较少啊。迄个即个天气都愈符合伊啊，人伊啊较大熟的土地。咱这因为咱地下水伤饱，地下水太多啊，要恁个造成咱的落雨水落去，就变讲水分伤济去啊。安尼真歹种。天气安尼豆豆的冷，阿公你搁伫菜园做工课嘛，真辛苦呢。这无种嘛袂错，这嘛就是担心讲咱甲咱消费者遐客户呀吼，即马过年会食袂到咱的菜哩袂啊？哦，伊要甲咱食，有啊，头一年我都食你的蔬菜，啊，今年哪会说无蔬菜哪食？啊，你所以讲无按基建猛种一个，猛种一个，袂使啊。已经因人要爱出的量，就一定爱出的，对。对啊，对啊，伊人伊有固定在甲咱食菜哦，啊，你我一礼拜都食你偌济菜，哦，啊，到过年啊，人当然是要食一寡过年菜，啊，你说无菜哪有供应人？对遐消费者真歹交代。安尼，请天公伯保庇哦。对啊，爱看天公。天公若要跟咱斗个手，斗个斗，若唔跟咱斗个手，咱家己自己的能力嘛，无法度通做出来。天公伯啊，保庇保庇大家种菜拢顺心，大家拢好过年。我是康复友善农场的康复后，欢迎收听最在地、最朴实、最真实的秘密之音的我爱深沟。大家好，我是康复农场的嘉荣姐。我觉得友善耕作不只是种田，还有跟人的相处也是要友善。欢迎收听秘密之音我爱深沟。没错，今天拜访的主角就是这位康复后大哥以及嘉荣姐，他们夫妻俩在圆山内城种田种菜。有人形容这位退休教官的菜系像军队管理一样整齐，品质要求相当严格。大米读书的时候最怕教官了，不知道康教官会不会很严肃？哎，今晚想要卡底抹油，已经袂赴了，还是勇敢的按电铃吧。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可以直接称呼教官，因为您卸下这个工作已经好几年了。对，可是还是身边会不会时不时都还是大家都习惯叫你教官？对啊，变成就是我的名字之外的最多的称呼就是教官了。名字之外啊，有人是怎么样称呼你名字的吗？比较新的朋友，像小农社群的话，通常我记得大家好像都叫副后大哥。对，小农社群都叫副后大哥，然后是老朋友老同事就有就是比较平常之前的称呼了。我们就是很好奇之前称呼是什么，今天要彻底的要翻转教官的形象。之前有昵称吗？绰号？绰号倒没有了，就是如果是平辈的话，同学啊都叫那个老康，哦，也有小康，就是年龄的不同，就是 以姓的那个称呼，然后又讲空诶，啊空诶，台语就是空嘛，哦，有人讲坑，有人哎啦，空啊都是一样的康，哎呀，所以大概都有这几个不同的称呼，比较少的才会有。可以冒昧请问教官，你的爸爸妈妈叫你什么？叫我乳名，小时候乳名丁山。你看啊，哦，这特别丁山哦，跟国父同名。啊，国父叫丁山哦，孙中山，啊，叫中山，不是？对，中山。哦，中山哈，哦，是啊，那爸爸妈妈也叫。但是爸妈叫我丁山，因为丁就是中，在台语有丁哦，忠孝仁爱丁，哎啊马会的丁哦，哎啊我们小时候长辈是叫我丁山，嗯哼，哎。这通常乳名不是都会取什么翁优翁妻啊？你也那也是那也叫你啊大气。哎呀，我也不知道嘞。一般讲是讲小皮蛋啊，你看我今仔讲迄个 Sam 阿仙林岛的小皮蛋提出来举例，这些好一个
就是真亲切啊，无唔免讲真正经诶、嗯啊。结果你诶乳名偏偏是这样啊，正式。对啊，我懂事，听到长辈叫我就叫我顶山。哦。对，啊是本来其实我的名字就要取名叫康中山，啊是我听到阿妈讲说去登记户口的时候，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说，您孙的名跟国父同名，安尼刚好。管真多，所以他就踩下车了。所以后来才改成我现在的名字父后。哦，对，那、啊、我下一个弟弟叫中壁，所以他也是中心的中在中间。那自己就很容易可以判断，如果那个人叫你什么，你大概就可以判断说他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人。对啊，会叫我登山，就只有我长辈啊、邻居，我自己的长辈跟你长辈，哎、欸，就只有他们而已。啊，大家拢知影吼，那是伫咧。田边啊，拄到富后大哥，要跟伊开玩笑，你就踮伊背后画一下顶山，伊可能就想讲，哦，头声的亲戚阿伯来找我。是我阿妈，是我阿祖来找我。哦，是安尼哦，对，太失礼了。而且嘛，阿祖今嘛伫嘛是阿伫头声，伫头声，伫头壳。哦，伫头声的头壳。了解。富后大哥，你是宜兰在地的囡仔。是头声。教官，您之前大概六七年前教官工作退伍。那其实你本来就宜兰人，然后家里也是务农，对，只是说退伍之后，因缘际会加入了两百甲，所以这三年来在圆山这边种菜种田，对对对。那种菜跟种田的这个规模，也算是在整个小农社群里面算大的，对不对？算普通啦，普通，哎，普通啦。那我现在就是水稻四分半嘛。然后菜园大概六分，这样。水稻四分半，菜园六分、嗯。水稻是在家附近这边吗？都在内城。我们最常能够接触到富后大哥，感受到跟你很接近，就是你很会拍一些晨曦的照片。我们常常要是早上起来，要是滑一下脸书，就人家已经下田了，大教官已经又拍下今天天空的样子，对对对，我怎么可以还赖在床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太阳走嘛。嗯，所以就是等于说只要天微亮、哦、就是我们讲破晓我们就出门，那刚好破晓那个时刻，如果今天没有下雨天气好的话，那有看到好的晨曦我就拍下，因为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嗯哎啊几乎大概应该是会有九成的人都还在被窝里面、嗯、哼，对啊，让他们也能够看到。教官，那我们也来一下那个，只要是小农受访，接受我爱深沟访问，都要玩快问快答，好不好？哦，袂当让你准备伤久，快问快答。好、哦，我是康复后务农第几年呢？如果是小时候算的话，小时候就开始；如果是退休以后，那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好，请问你总共有几项农产加工品？算不清楚了，太多了，超过十样。请问你在田里工作最怕遇到什么？最怕遇到蛇。蛇，请那个教官夫人不要在旁边打 pass 好吗？他在那边做动作，蛇呢就在学那个水蛇腰这样在那里扭动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个伟大的女人。我怕蛇，但是我太太就不怕。所以我看到蛇，我先叫她蛇，然后太太就过来了。请问你太太出现的时候，她会做什么？就开始拿只棍子先防身、哦、然后再看看是什么蛇哦、啊、他如果不走掉就想办法要让他走掉。嗯哼，所以夏天最起码要带的东西不是锄头，就至少要带太太就对了。也但是他有时候如果不去的话，我还是要自己自立自强。但是碰到蛇的几率其实也不高了，三号艇比较会，三号艇那边进出事很多。所以印象中已经碰过几次？几次啊？大概十次有了吧。哇，这么多。有没有过让你看到蛇之后，然后就是真的很难受，就是太害怕，然后造成一些阴影，后来夏天、不会有阴影，就是当下看到会吓一跳，往后跳这样而已、过了就没事了、对，因为务农如果怕蛇的话，其实就你就真的很难再务下去了、嗯、是当下这样、震一下过了就没事了。可他还在那里啊，他可能你要拔的草啊，或者是你要种的，我们就把他赶走啊。哦、哦，好，打草惊蛇嘛。是、不怕他反击吗？还好啦，就是我们要比他快，比他狠。好，记得了。
那请问呢，如果说是最喜欢的呢，最喜欢夏天的时候看到哪一种生物？看到哪一种生物哦，倒没有最喜欢看到什么生物，都不要看到比较好，是不是？最好是自己一个人的整个空间田区。田区的生物很多了，我以前就是说，以前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还会用那个另外的相机去拍近拍的，比如说瓢虫啦，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蚱蜢啊，什么有的没的虫，其实这些都还有。你本来友善工作，这些各种的那个生物都会出现的，但是倒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种。包括上山澳点也有凤蝶出现了，就是看到这些生物，觉得很漂亮，我都就会把它，如果相机有带，它就会把它拍起来。那我们最常听到小农其实比较怕看到的一种生物就是老农，但是我倒不用把老农当成生物了。对不起，我这样是不是会得罪人？不是，我指的是把老农当成怪物。你说的这个话不是我说，因为老农他怪在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的人比起来是怪，因为他们有耐力，然后他们有经验，从小就悟到大，到现在像我爸爸80岁了还在务农，所以他不是怪物嘛，而且他不会厌烦，所以可以称得上是怪物了。对，变形金刚的那一种怪物。然后他们会常会指导我们，在旁边经过啊。就跟你说，你也草遐济吼，那个巴拉瓜爱抓两摆啊，抓两摆都无草啊。巴拉瓜就是那个除草剂。对啊，我就笑笑回答说，我跟你们慢慢来走啊。后来他看我们就一直这样，这样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哈，愚公移山的精神这样。然后后来菜也种得不错，其实他们后来就是对我们有越来越好感，然后也受影响，有时候都会过来看一下，你种啥啊？好像那啥爱安那种啊，还是讲爱安那用？他会给你一些意见啊，有时候你的做法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建议里面比较不会再是建议你喷农药了，就对。他知道，因为他就不会再讲了。他知道，他看我们那个做法都知道说啊，你这是做有机的，根本就拢无转油啊，无用油啊，他就知道，他就不会。不会再建议你用这个什么药，那个什么药。可是您除草的那种勤奋，然后除草之严谨，就是我们以我们友善工作来讲，是天敌，是最大的天敌，也是你最根基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怕除草或者是除不了草的话，大概你也不要谈友善工作了。当然有人讲，就是说自然农法啦，或是说草生。那都是有可能，但是就是我是觉得是要看什么作物，以及你期待它的收成有多少。所以就是你除草的力道跟花的时间，那跟你的预期目标就有关系。因为草如果说您是一定除得很干净那种，好像对于一般在地的老农惯行的农夫，或者甚至于地主来讲，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管理得很好，对于租田地给小农的这种就比较不会去多说什么或给予压力。我们很多是地是租来的，或是说地主给你做的嘛，那有些地主他就比较会去在乎我的田地给你做，就是希望不要长草，因为他们都想说长草到时候被检举会被罚啊，我给你做就是不希望长草嘛，结果给你做，你做成这样子，所以他可能这个地主或是租给你的这个农，他就会三条线，他会皱眉头其实草是永远除不尽的，尤其菜园来讲的话所以像我们也不是说多严谨多怎么样，永远是除不尽的，草永远比你种的植物要快然后台风来也不会死，这个永远长得比你的那个植物要快，所以除草就变成是说有优先顺序。急的会影响作物生长，那就除，那只要不影响作物生长，那就把它摆在后面，有时间再来慢慢煮慢慢割。可是教官你说长草会被检举啊，什么意思？会啊会啊，就是说你这个地荒在那边啊会啊会啊，就草长到被人家以为是荒地这样子对啊对啊有的地主是比较更 care， 就是草稍微长一点，他都觉得你应该割了，怎么还不割啊？这样。可是你通常会有什么可以给小农建议吗？对于这种人家就是会干预很多你的务农的方式，所以就是你自己就要知道说你这个地主他的喜好他对于这个地给你承接，他地主有什么样的期望，你就尽量去符合他的期望。
啊，种田不是只有种自己开心，友善土地开心，还要种让地主开心呢。对啊，是没错，因为地不是你的，不然他今年给你做，明年不给你做了。对，或者就看你啊，这个该补的秧也不补，然后没有什么收成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以前他们从年轻时代做那务农的观念起来的。要有收成，然后要没有草，要很漂亮，就是会大家会去比啊，这种心态观念一直在啊，所以他可能就用这种观念去想你应该也要比较这样。可是你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呢，因为你种稻然后又种菜，所以所以你的时间是切两块吗？还是你种稻的时候其实也都有同时在兼着种菜？你一年的时间务农的时间，因为我们有种菜嘛，所以就没有休耕的问题啊。所以几乎像这下半年，七月份之后收割完，没有种菜的人，他就是可以就跟着休耕做其他的事情啊，除了卖米啊这个事情之外，那我们种菜是没有在休耕的。那到了明年春天要开始春耕的时候，就是两边就兼着做啊。所以一整年里面最两头烧的是哪个月份最忙的时候？我觉得全年都在忙啊。对啊，因为就是其实整个以务农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种稻水稻，在八九月份是就是菜也比较没什么种啊。那但是我们因为有种田啊，种水稻，我们自产自销，所以七月份收割完之后，我们就接着要碾米，然后要推销米啊，然后要包米，然后要卖米，要出米啊，全部都自己来，就变成八九月就在忙这个。虽然菜种的比较少，哎呀啊，等九月过之后，等那个立秋过了之后，菜又开始在种啊。其实我觉得全年都没有说觉得好像哪一个月比较轻松啊，只是说你自己可以去拿捏我以什么为重点，我要什么为优先啊，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啦。自己想要先做什么啊，就像种菜，我想种什么菜，要以什么为优先。可是四年务农，您之前是教官的，然后退休之后现在变成全年无休的务农，你有没有想念当教官的日子？想念是会想念啊，但是不会说要，因为已经退了就没有那个念头说啊还要再回去做怎么样。我98年退嘛，98年退休之后，就想说还能做什么，还能创造什么剩余价值啊，因为毕竟我们都退得比较年轻，所以就想说有什么能够在什么工作，包括我之前的学校也有叫我回去再上班啊。我说不要，我既然退了，我就不要再过着打卡的生活啊。然后我想说，那什么工作可以不用打卡，可以自己决定。刚开始前几年是有跟朋友在开心农场了，那就是种自己吃的，不是电玩哦，是真正的一个农场。开心农场，对对对对，就是一个礼拜只去这个农场两个下午，然后去那边就是泡茶聊天，然后就种自己吃的。就四年前在电视看到那个房屋两百甲发现杨温泉啊，然后我太太在跟我讲说，那我们去找杨温泉，去找两百甲的发起人啊，那我们来当他们的志工这样。就跟杨温泉联络上，那第一次见面刚好在那时候，现在那个小径那边刚好在粉刷哦，就是初创刚好要整修的时候，他说那你就来帮忙刷油漆这样。第一天去的时候，温泉就说我们两百甲没有志工，我们每个人都是农夫啊，种稻为主这样啊。因为是十一月份那时候已经休耕了，那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先种菜啊，我先不要种稻，因为我小时候种过稻，就是在老家那边，小时候就已经做过了，手割稻，手收草，那种手啊，那个捧稻啊是用炉的，做古早的，就是对对对对，所以就做个惊奇啊，我就跟我讲讲说，先不要好了，我先种菜，所以会选择当农户，就是说，他不用打卡。你几点上工也没人会管你，几点下工也没人管你啊，那就很自由，那自己想要种什么啊就种什么
啊，比如说我 老婆喜欢吃甘蔗，啊，我们就多种一点甘蔗，啊，她喜欢吃百香果，啊，我们就种个几颗百香果，啊，就是可以就是自己想吃的，啊，想种的就这样种，就很自由很自在。可是这样子自由自在到后来变得也是要自产自销，然后就是想说因为我们现在还年轻，因为我小时候有做过，所以有那个根基的，不是说到了五十岁了才要拿起锄头来，这样可能没几个人可以拿得下去，因为小时候有做过。嗯，我小时候在当兵以前就是放学书包放的就是到田里面去，嗯哼，欸，就是跟着阿妈跟着阿爸，就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所以小时候做过。您说你爸爸到现在也都还在务农吗？对对对对对，所以小时候有根基，所以退休之后因为有持续在运动，所以有体力上还可以。我就想说，那我们现在有时间有体力，那我们就多种一点，可以让除了我们自己吃之外，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吃到我们这个。啊，没有农药除草剂，没有化学肥料，这个栽种友善耕作的这个，可以让更多人吃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哎，我们创造自己的剩余价值。嗯，只是说教官的这么多年的这种职涯的生活经验里面，本来都是面对学生、面对人群的。那种退休之后的，只面对着土跟菜，那自己有没有经过一些不容易的调试的过程？不会，因为可能从小就已经习惯，因为从小我爸爸妈妈叫我做什么，好，哎呀，现在菜烤烤的，啊，你就一个人就去默默就去，哦，就去拔，就已经习惯。然后其实当教官那么多年哈，可以说是每一天都很吵，很吵，每天面对很多的学生啊，很多的学生的事务啊，嗯，然后学校的校园的安全，学生的生活辅导，那个是完全是天壤之别的，对。但是我就很奇怪，不会说哎，这个不会习惯这样子，哎，突然对着泥土对着这植物都不会说话，我倒觉得那种另外一种宁静中的跟这个植物泥土做接触，跟绿色做接触，反而觉得在心情也好，在这个体力上也好，我是觉得都蛮好的。嗯哼，我们知道的好是不管是看教官您保养身体，然后你务农的精神，然后你投入的体力，还有跟您太太嘉荣姐两个人同心，然后同心，然后相亲相爱晒恩爱，这些就是很活泼的一种生活，一种农村生活的整个气氛是这样子的。嘉荣姐，就是您太太，你们本来的对于务农的这个计划就是很一致的吗？都会有先讨论过了，比如说在开始自己想说要多种一点，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吃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在想说我们要种什么，种自己吃没有问题，就是你要量比较多的时候能够销出去，要能够去让更多家庭可以吃到，哦，那我们想说我们一定种不赢人家，种菜一定种不赢人家，不管是你要灌型业，或者是说我们要有机耕友善耕作，我们绝对种不赢人家啊！以有机来讲，你也种不赢现在很多有机的专农。然后想说，那我们要种什么啊？那第一个想到，因为你种太多的菜，如果你的销路产销没有平衡的话，那是也很头痛。嗯啊，那就想说，那我们要种什么别人比较少种的啊，或是他别人比较不肯做的啊？那我们就开始在想，后来就是包括逛逛我们宜兰地区啊，一些有产农产品的啊，这个乡村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决定说种姜黄为主，种洛神花为主啊，然后就是这几个比较要加工的啊，因为包括姜黄跟洛神花，我们把它干燥起来之后就可以放，它的保存时间也比较久。那蔬菜就不行，蔬菜你没有销出去，你不能等，也不能留，它时间到你就要采。采上来之后呢，三天没有卖出去，大概就开始变质。嗯，对啊，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其他农户比较种的比较少的，也比较不肯做，要做加工的。嗯，啊，然后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啊，季节蔬菜是当做辅助。嗯，所以主力商品也是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就是姜黄还有洛神。对对对，还有像，还有甘蔗汁啦，哦啊，然后我们还种仙草，嗯，哦，种仙草，仙草茶，还有那个辣椒啊，啊，辣椒很厉害，对，对辣椒汁就是需要比较要耐心，长时间去做加工的，嗯，
别人比较做的比较少的。这个还是很难想象，我今天到教官家里，就是这种农村的小社区的小透天进来访问家里，当然就是米啊姜黄的这些加工品之外，嗯，然后嘉荣姐就是手不能停的，就是一边也就是要挑米了，就 对要挑米。所以你们的早上像你说的太阳还没出来吧，就要赶紧下田处理田里的事。然后我记得曾经问过教官，教官你怎么可以皮肤这么白，完全不像是一整年在务农的人。你说太阳出来就要休息啊，干嘛要跟他的？对啊，我讲过叫一头白干欧米嘛。对，你跟嘉荣姐都保养得很好，所以事实上是你们很会规划这些啊，喔，就是太热了，状况不对了，反正在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我们现在几乎模式就是说大概上半天就是做菜园里面的事情，就是因为跟着太阳走，所以你夏天的时候大概4点多就要起来了。哦，对，5点前就已经出门了，然后夏天太阳大点，可能做到9点就受不了，就采收回来。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冬天现在大概6点多才亮，所以也就比较晚出门，嗯，啊，就做晚一点。啊，下午的时间，中午过后我们就是要整理菜，啊，整理菜包菜，然后上架，也有菜也有在习惠文化店跟县农会，那个还有那个一个店面上架，所以就要包菜整理菜啊，然后上架，啊，下午就是做这样的事情跟做加工。嗯哼，这个想要知道富厚大哥的农产加工品，然后想要追踪或者想知道哪里买，反正只要 FB 输入康富厚就都可以知道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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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聊。我其实很想要聊的就是在您分享家庭生活这一块，其实教官您在 FB 上常常晒恩爱，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然后您家里小孩不会抗议这件事情吗？哦，不会啊，他们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 很恩爱啊。你们是从以前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还是务农之后有两个人就是夫妻关系又有不一样的变化？不会的，应该我们是从结婚之后开始就就大概维持的很好的关系啊。哇，太令人羡慕。其实这当中应该就是说，因为我会想到他，因为 我太太在生女儿之后有得到红斑性狼疮，所以现在已经27年了。他是后天免疫系统的问题，是，对啊，所以是红斑性狼疮嘛，所以他有化疗做过几年，然后有吃类固醇吃了几年，所以身材就是月亮脸牛肩，就是之前吃类固醇的影响，一直到会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啊，所以可能就我想到他有这样的病，所以当先生的当老公的一定要就是支持他，然后多让他就是不要让他太经常生气啊，快乐的心情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病来讲。所以可能是也有 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就是我就尽量让他这样，然后让他心情尽量愉快这样。天哪，你看现在嘉荣姐又在旁边笑到那个姿势都歪掉，明明在挑米然后姿势都歪掉，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彻底啦，教官。有讲不对他马上可以接你的麦克风，哦，对，抗议。所以你们在你退休之后，我想插播让嘉荣姐讲一下好了。嘉荣姐在教官那个单教职退休之后啊，以日本妇女的经验来讲，很多很多离婚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丈夫退休之后，因为突然间天哪，怎么样花那么多时间跟丈夫相处，然后夫妻就出现问题了。嘉荣姐你没有遇到那个时期吗？没有耶，我觉得这个两个要有共同的兴趣。我也很庆幸认识那个文泉大哥，嘿，因为有种田，然后夫妻的感情更好。你这样子帮两百甲打广告，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那个有夫妻失和，一些都市的配偶啊、伴侣的问题，全部都觉得说，哎，那我们就种田好了。不过前提是要两个都有兴趣啦，嘿，没有兴趣的话，一个有兴趣，一个没兴趣，不行。然后我先生他是非常配合啦，从以前就是让我开心，欸，我开心他就开心了。其实啊，那夫妻相处啊，就是理性哈要少一点，感性多一点，这样就会比较和谐一点。所以你觉得你跟你先生扮演谁的理性比较多，谁的感性比较多？当
当然是富厚大哥的理性多啦，我比较感性啊。我看到明明不是这样，明明就是他都超感性，都很浪漫。然后你真的只要讲说，哎、欸，我开心比较重要哦，我今麦不欢喜哦，不是这样吗？应该是我比较感性吧。以感情来讲的话，嘿呀、啊，嗯，你看他的那个眼神多温柔，现在是温柔的眼神哦。哎、欸，请问一下，所以这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吗？是您跟他有过？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提出你需要什么，所以慢慢慢慢他才会知道说，哦哦，是太太的，这是默契啊，嘿，生活的默契，那都不用讲，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做什么，他要找什么。富厚大哥说已经结婚今年要30年了。对对，其实我补充就是刚刚前面没有讲了，其实 我会带着他，就是我们两个独立交两包脚，然后现在种这么多哈、哦。当然除了就是说我刚讲能够创造我们的剩余价值哈，其实最主要是为了他的健康、哦、其实、啊、不然我退休，我有月退俸，其实只要省吃俭用还过得去这样、嗯、啊，就是因为嘉龙不喜欢运动啊，虽然他红毛细狼疮，但是就是说，而且他的那个体型来讲哈、啊、那因为不想运动、啊、所以很少流汗、啊、那就是之前在跟朋友玩在开心农场，哎、欸，觉得他种菜啊，把除草啊，哎、欸，他可以做得来，他也蛮喜欢的。这样，这个当中他就流汗，等于是不同的运动、嗯、啊，有人讲的园艺治疗这样哈 啊，所以新陈代谢就很好啊，所以我是为了他的健康，所以才带着他啊，然后他也愿意啊，就我们两个一起来做这样，嗯啊，所以。夫妻两个人就是他刚讲的同一个事要去做都有一件事情，那夫妻两个相伴、哦、那这个动力跟续航力应该会更大。嗯哼，那以要实践友善耕作，就是当时加入两百甲这个初衷，就是他是有点兼顾啦，你说为了嘉荣姐的健康，然后一方面您也支持友善耕作，实验了4年下来，你的大概有什么样心得，觉得这样子的农法，然后自己耕作的这样的操作模式，要自产自销，做这么多加工品，然后它的贩卖，这些以前自己也没有接触过，对 对, 对, 对，都靠自己，都是靠自己从头开始。你现在采访我家这个地方，四周都是田地嘛，都是灌型的，所以春耕一到的时候，这一期哈、哦、喷农药大概至少要4次、5次、6次以上。啊，虽然我从小也是有种到，但是以前我们在我们那时候全部手工时代，没有用这么多的农药、哦，几乎很少用农药。那当然，这上班20多年下来，退休之后，然后我们的农耕这个农业改变了嘛，哈、哦，农耕的方式改变，特别是那个农药的发达，哈、哦、啊，所以我想说，哎，我们吃的稻米是这样种出来的，哈、哦，因为光是一起这样的稻作，农药喷了，因为每次喷那个味道很重，我们全部都闭关吧，全部都关起来、哦、因为你看我们这边四周都是水田嘛、嗯、对啊，都是灌型的啊，所以我就想说那个味道一闻就知道是在撒农药，非常的重，对对对、哦、所以就要闭关了、哎、所以看到文卷他们这样一批人啊，都是外地人来依然从事友善工作，所以我们就去加入了这样、嗯、啊，就是然后后来不是前几年食安的问题啊，陆续出现食安问题啊，所以所以我们更有那个动机加强去做友善工作。对，那友善工作真的就是说很辛苦了，因为尤其在宜兰、哦、宜兰要卖有机蔬菜、哦、或者我们讲友善工作、哦、就是有机工作原则种出来的蔬菜价位都比较高。对，那宜兰人种菜人很多、哦、这个老阿嬷老阿伯，你看他随便有空地、啊、他就可以种出一些菜过来，所以种菜人很多、哦、所以跟你说，所以买菜的人就相对的少，然后又认同这个价位的就不多，所以在宜兰要卖有机蔬菜真的是蛮困难的、嗯啊、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价位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是变成都是自产自销，所以我刚讲就是说你要做你要一定要产跟销一定要做平衡，你有多少能力多少时间、啊、你生产多少的作物，然后这个生产出来的作物你能要销到哪里去啊、尤其如果你要当专农的时候，更要把这个路摸清楚，把这个问题先都考虑到、嗯、最后我们要问一个终极必杀题，请问教官会在田里尿尿吗？会啊会啊，
从小就会啊。对啊，会到边边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树丛啊，竹林下、啊。你是说从小时候务农、嗯，爸爸就是这样子的吗？对啊，对啊，包括如果说你的田地如果没有厕所的话，那个大小便来的你怎么办？跑都来不及啊！所以包括像大号也是啊，就是我们部队讲的挖野战厕所。哦，对 对, 對。您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我只是问小便哦、喔啊，我就问尿尿，你连大便。对啊，包括上大号也是啊，锄头拿着就挖个沟，挖个洞，然后大完之后把土埋起来，以后还是、哦、以后还是肥料、啊。是是是。嗯，即使是已经担任教官退休，没有那个包袱吗？说，哎，我是为人师表过的，会不会有这种包袱？我真的想太多。不会，不会啊，不会啊。你在田里面，因为你除非说附近这个几步路就有厕所，否则的话，挤的话，那真的是你只得就地解决啊。所以嘉荣姐也可以在田里尿尿吗？一样啊，没有。你会保护她。对啊，不会啦，他就是自己找一个隐蔽良好的地方，就哎呀，就解放了。哦、对啊，对啊，尿也是氮肥啊，没关系。是尿都不是问题，但对很多人来讲是怕被看见。对啊，所以就是你要找一个隐蔽良好的地方。你会保护他？不用了，他自己会找。哎呀，他也是乡下孩子啊。其实小时候他也是乡下孩子。其实哈，小时候就是住乡下，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嘿，可能只有都市人才问这个问题。这个很开心到教官的家里，然后这个在休耕期之后的那种十二月天的时候来这里面五四三一下。这种可以聊一些农村生活，然后希望可以把它录下来，或许以后就给孙子听，听听看阿公务农的一些跟阿嬷的甜言蜜语啊什么的。谢谢教官，有想要给自己的康复后这个品牌定义一下？我在外面如果有摆摊，就是我是用这个康复友善农场，就是用我名字的前面两个字，就是吃到我的菜的能够健康又富贵这样。哦，康复友善农场。对对对对。哦，我还不知道这个，我就只记得康复后三个字，真的是就很有记忆点了。所以还有康复友善农场，吃到我的菜就是健康又富贵。对对对对对。好复古哦，谢谢教官，谢谢。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